行了，干不了了。慢慢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没事吧？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吧。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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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会儿去 KTV 我就不去了，那你去吧。我也不想去了，太闹。我想跟你一起回去。 我看你都没怎么喝啊，安卓，你太狡猾了，你必须得陪我喝一个，来。你就别喝了，你都喝多。喝多怎么说呀？干了。全公司上下都知道我喜欢你，可你怎么总敷衍我呀？你不知道这样特别不给我面子吗？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麻烦把他送回去，当心啊！哎呀，不是，小心一点啊！行不行？你今天必须得给我个痛快话，到底行不行？ 可有人等着要租呢，没说要搬啊？哎，你不是说要跟男朋友去住大豪宅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我哪有男朋友了？你们怎么都欺负我，有完没完啊？嘿，朝我发什么脾气啊？哎，你找不着男朋友，你赖我呀？切，真是。 安总，你要唱什么歌啊？过来点呀！你们给我点的这都什么歌呀？一个都不会。你连许嵩都不知道，邓紫棋也不知道，平时你都不上榜的吗？对啊。新歌里好听的越来越少，老歌里好听的越来越多。过去刷也心疼钱，现在刷也心疼命。 你们点吧，那我再给你点几首呗。那我就直接帮你点喽。不要。他要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要吃掉我精心准备的爱心便当？所以人家把便当当场扔你脸上，你会比较开心是吧？ 那他还送我开心果呢，那是同事人手一份，好吗？那他还带我去上烹饪课呢，七夕节呢。哎，这一把你终于说到点上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像我这种微信五千人全家满，每天晚上三个局起步的人，七夕节都是自己在家过的。为什么？啊，我就问你为什么？啊，因为这个节太敏感了，我叫谁过都是对另一群人的伤害呀。 你别拿你的脏心眼往路飞哥身上套，他才不是那样的人。哼，你气就气在，您都乱来了，人家还不肯对你乱来呢。哼，哎，这谁的歌？你的。安总，安总的，安总的，你快唱你的吧。你们给我点这首歌干嘛？老歌嘛，王力宏的。我唱。 会唱吗？不太会啊。没事呢，没事呢，唱。卓曼，我陪你唱吧。哎，我。
你看人家都接对了。我不唱了。唱一个。我不太会唱这首歌。想看你笑，想和你闹，想拥你入我怀抱。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，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。不怕你哭，不怕你叫，因为你是我的骄傲。一双情报，听说陆医生来医院快5年了，从来都没说过他有女朋友。就没有人给他介绍吗？当然有啊，不少呢。可是每次别人给他介绍，他基本上都是打个哈哈躲过去了。那我先去忙了哈。同事说他从来都没有女朋友。让我亲自会会他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也是需要勇气的，好不好？就上次我们一家人出去旅游，那导游说我老公是我弟弟，他把我气得我差点投诉他。你老公比你小吗？比我小，我生哪门子气啊？肯定比我大呀。可是关键男人抗老啊。哎呀，我是真佩服那些敢向比自己小那么多岁的男人下手的。